爷爷，哎，给您过生日来了。我算着我孙女该到了。渴吧，喝点水。哎呀，我爸妈说他们有事来不了，跟您说了吗？说了。你说他们怎么回事啊？我爷爷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说不来就不来呢？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啊，其实啊，今天也不是我的生日。不是您生日？是啊。之前不都是这个日子过吗？我的生日呢，是我自己改过的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1963年，中央高度认可了枫桥经验。枫桥经验开始正式推广，这对基层治理意义重大。但最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我这一辈子心中的理想，为之服务的事业。那天呢，对我来说是梦开始的日子。果然，爷爷这大半辈子就为这么一件事而活，那是我理想开始的日子，这怎么能不算我的生日呢？算。爷爷问你个事儿，你们现在是怎么传承枫桥经验的？还有老百姓是怎么说这个枫桥经验的？哎呦，您把我问住了。其实啊，就是一句话，只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天大的事儿，把老百姓的命当成自己的命，枫桥的桥啊，那老百姓才会说是他们越河迈坎儿、逢凶化吉、渡劫除障的桥。爷爷，你用最简单的话说出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吾家洗砚磁头树，个个花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亲戚满乾坤。今天啊，我们这个永乐镇的旅游协会就算是正式的挂牌成立了，以后要跟我们综治中心啊紧密的结合。有了这个平台以后，我们就有了人力和制度的双重保障，我就再也不怕投诉了。张主任，这个消费者纠纷调解委员会还需要您亲自下城带一带。一定一定的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还有几个洋调解员呢，不过我会亲自给他们做入职培训的。哎，你们大家可要帮我多招一些志愿者进来呀。那就麻烦张主任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小彤，这才3个多月，你干嘛买这么多东西啊？你不是一直想要二胎吗？终于有了，不得早点准备准备呀、啊！爸爸，爸爸，你终于当刑警了，你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这，你从哪儿找到的？你兜里掉下来的，我就捡到的。啊，那个调令下来了，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宝贝啊，你先回屋去。你先去吧，啊，乖。小彤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只要我能醒过来，掉哪儿去都行。你要是不想让我去，那我就不去。是，
你终于实现你的梦想了，我为你开心。我知道你那去派出所，去总指中心，还有你要去的刑警队，都是为了平安建设做服务，舍小家为大家，有奉献精神。我懂的，我全都懂的。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些工作者背后家属的感受啊？我想到过，我也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不就是希望我每天能够准点上下班，平平安安的，然后把一家老小照顾好？可小东，你想过没有，我做的这工作那总得有人去做呀。即使我不干刑警，那总还会有别人去干啊。那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吗？要不这样吧，小东，如果你坚决反对我去，那我就不去了。我就跟领导反映一下，我就说我家里有困难。这调令都下来了，你怎么能不去啊？而且我有说过不让你去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你必须得答应我。我知道。我马乐向你保证，无论在任何的时候执行任何任务，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，还有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有你和孩子们在等我回家。马乐，其实我说那么多，我就只有一点点要求，就希望你给我们家留那么一点点的空间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爸爸妈妈，我也要抱抱。你也要抱抱？来，你也抱抱。哎呦，以前没人知道妈妈肚子里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高兴啊！哎呀，你说这个时间呀，真是快啊，一转眼就到了要跟大家分别的时候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哎呀，张主任，调去了开发区的综治中心去了啊，是在那个印染小镇对吧？这次是正的。郑主任呐，哎呀，我这以后啊都不能跟你们这些老同事一起工作了，都得从头开始了。看你说的，我们离得这么近，我们以后可以啊并肩作战啊。那一言为定了呀。哎，马乐同志，以后应该叫你刑警马乐了，你这属于明目张胆的放弃我哟。行了，你就别酸了好吗？你这个99、81年都经过了，现在取得真经了，我也该去追求我的理想了。再说了，你在综治中心，我在刑警队，未来咱还是一根线的蚂蚱，接着一块往前蹦的吧。对，去了新的岗位，注意安全啊。行了，你怎么跟刘晓彤似的？你看大家都看着。果然，哎，要正式成为一名助理检察官了。真正开始办案子了，我会想你这个工作狂人的。哎，果然，你走了之后，你可得想我。哎呦，胆子大了啊！看你表现吧。白小萌，哎，去了国外留学呀，一定要认真读书啊，那个地方容易进。很难出的啊！知道，早日回国，学以致用。好的，谢谢肖主任。大卫，牌子反了。
肖主任，这段时间的增值工作让我受益匪浅，这种精神我也一定会带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去。哎，就你说的正事。我真的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老陈，哎，马上就要结束工作了啊、哦。还有几分钟，还有几分钟。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退休人员的行列。咱可说好了，咱们要来日方长的。哪个给你来日方长？师傅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那个杜阿姨儿子传出那个案子，这个事情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，这过去了。我们两个人的。谢谢肖主任。谢谢你，肖主任。就有点舍不得。这份工作我会帮大家传接给新来的朋友们。